比小不就比他有理的啊。然后我都快讲，你就讲输啦。今日拢今日差不多拢讲，也不拢讲讲多少啊。透早吼，啊，迄个一个毋知一个毋知啥物庙事啊，知影是啥着安尼，吵吵闹闹啦吼。啊，即个玄宗禅师吼。这个玄宗禅师算有闲咧生吼，吵吵闹闹就会出来了解看看，我是安怎甲安尼吵闹闹啦。啊，结果是吼一个迄个屠夫啦吼，一个迄个杀鸡仔啦吼，伊咧迄个伊这个杀鸡仔吼，买几摆拜佛安尼啦吼。啊，但是迄个寺内底个寺个人就讲，像这个人啦，啊，拢素拢沾满血腥，就是拢杀鸡啦吼，伊就无好入去这个寺庙拜就对了吼。啊，这个玄宗法师就甲问啊，讲是安怎恁个无好入去安尼啦吼，讲爱这个迄个。内底即个迄个寺个内迄个人就讲讲吼，即拢开猪个啦，啊，逐工暗时啊吼，拢听着伊咧开猪仔个声啦吼，听了逐个拢足艰苦个。讲啊，下当互即种开猪仔啦，啊，下当互即种开猪仔人来拜安尼就对了吼。啊，这个玄宗老师就甲讲啊，你若安尼讲吼，就你若讲安就对吼。你若无，虽然伊是台底个无对，啊，但是伊这是真实个嘛。像迄个玄天上帝吼，玄天上帝伊嘛是较早之前嘛是台底个，啊，伊讲放下，伊就讲啊。玄天上帝较早之前嘛是台底个，按呐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啊！吼、哦。啊，这个玄宗老师就来讲讲嘛，因为吼，伊是呐要来拜，因为啊，伊逐天吼拢咧台底啊，台底啊吼，啊伊心肝吼，真艰苦，啊要来忏悔安尼就对了。啊，咱这个佛门吼是为，咱这个佛门吼是为十方我开啦，哦。好啊，这个台底啊吼，台底啊就甲讲啊，就讲啊，伊要准备遮迄个素斋啦吼，即素宴啦吼，要来供养遮，要来遮供养遮师傅安尼啦。啊，有这个代志，其实吼，伊这个先讲嘛，意思就是讲。咱若心若袂宽吼，大家人拢会当会个。伊咧先天上帝吼，伊是一古古抓做，伊是用迄个古甲蛇做伊个卡力个。啊，古甲蛇就是这蛇就是，你爱记住咱个贪嗔痴啊，哦，记住咱个三毒，算用咱个三毒嘛，就是用变迄、那个变个界定位吼。伊这做伊算变做白个。把毒蛇变作咱戒定慧安尼啊，所以这是伊你若注意看玄天上帝是伊个脚是古爪做伊个脚底个，哦，啊所以伊个意思讲大家主要吼、哦，你若人若有迄有咧诚心，咱就伊就说袂使共伊袂使共伊拜个，好得无唔对啦，无唔对啦，就讲这个。台地吼，伊个杀气较重，无对啦。但是就是，哎，佫一般吼，就讲呐，台地咧卖起来求多，一般就是讲啊，你专家也是你啥物人，爱偌济人，较会当甲伊个。
从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、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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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意思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即款我即款再讲一个故事吼。有一当这个无相禅师吼。讲这个无相禅师去托钵了哈，去请教就对了哈。这个无相禅师哦，怎啊嘴大？嘴大怎要生要讲托钵的？要去迄个要讲托地就对了。啊，拄好拄着一个少年仔吼，咧打飞车，较早之前啊，迄个。较早之前拢用打，我一个少年仔咧打飞车啦。咧打飞车，啊，这无相禅师吼，就甲打这个少年仔倒一回地啦吼。啊，这个少年仔讲，这个少年仔讲，有一天吼。我若看破红尘哦，我若看破红尘，我会和你同款哦，要出家安尼对，要像你安尼就对了吼。但是这个少年人讲，啊，但是吼，我若出家吼，我袂像你安尼去共分啊，去共讨好，去共迄落安尼，伊要找一个迄个深山，要去迄个深山古洞遐吼，安尼去也是安尼就对了。啊，这个无相禅师吼，同这个少年仔讲，啊，你晓得，你了当时有法度看破红尘吼，会当看破这个凡尘就对了吼。啊，这个少年仔就讲，阮庄里内底吼，我上了解水情，我上了解水车吼。啊，迄全庄的人吼，拢靠我。拢靠我打水车吼，你大家较有水好通食。如果吼有人若来会晓来打水车吼，我就要出家，要出家就对了吼。啊，即嘛这个无相禅师吼，都用这打水车讲吼。你讲伊就用这打水车讲，你这个水车吼。咱这水车，伊只水嘛，电管浮伫顶管。伊讲，伊这个无相禅师讲，这水车吼是一半伫下底啦，啊一半伫顶管啦吼。安尼较有，安尼搭较有水啊。啊，你若像阮这个水车吼，若甲地界顶管是搭无水啊，反正这空搭，地只都空搭搭无水。啊，但是吼，你若用落来下底。水嘛，担袂起遐重啊！吼，啊，所以伊这个无相禅师的意思是讲，伊这无相禅师的意思是讲，我们这，伊的意思讲啊，袂使伫个青山古洞，咱就爱用。用个处处的精神嘛，做日事工作，我那个爱有个有个大爱吼，爱做出些精神啊，做民事的工作啦吼。啊，所以伫咧咧咧，所以伊个意思是讲吼，恁若要伫咧青山古洞修吼，是无错，但是爱落来吼，含咱都共齐齐啦，所以要做民营。伫迄个六祖坛经里，甲讲讲，迄个都共火体啦吼。伊一个伫迄个《地藏华严》吼，
是讲迄个三界迄个吼。即个《华华经》内底有一个讲三大不安哦，归如火体哦，众生众苦众怨哦。伊即个意思讲啊，等于三大，咱像火体咧做，安尼做艰苦的。啊，其实哦，最主要你呐，心清净哦，你就比。是的，所以就心静哦，做高度静啊。哦，你若心若清净哦，你就袂讲啊，即个咱三界那上火体共款安尼啊。我搁讲一个故事哦，伊这是伊个《华严经》啊吼。一个华严经啊，善财童子吼，伊即个迄个华严经有一个善财童子嘛，去拜访地藏王菩萨嘛，或者圣号波罗蜜。环境内底有一个，现在当初拜，去拜访一个地藏王菩萨哦，圣号波罗蜜哦。伊报着迄个圣号，伊报着迄个生活地位是安尼哦。即个去拜皇帝到伊菩萨啊，迄个圣罗波罗殿吼，是伊即个是上迄个善财童子吼，爱上刀山下火炬，爱上刀山啊，都火地安尼啊吼。啊，即个善财童子吼，伊本来嘛，即个善财童子本来嘛有一个退心啊，讲我要上刀山，吼啊要上刀山，安尼就火地吼。啊！伊嘛毛开心嘛，感到前日安尼啦。啊，但是迄个天神就甲，迄个天神就甲鼓励我，你着甲跳落去看卖啊，尔安尼啦吼。啊，即个三台总司吼，啊，真正甲真正上到三七楼，就甲跳落去看卖啊。啊，但是上刀山下，迄个上刀山下，所以是伊袂感觉，伊袂感觉艰苦，因为会艰苦的吼，其实会艰苦是咱的心啊，是心会艰苦，啊，咱的自性是会艰苦，哦，啊，即个意思就是讲，咱袂使受着外口的影响啊，外口若咧做风台吼。咱内底吼，袂使做红灯。伊即个，也是讲，咱像迄个梅花吼，不经有反弹作用吼，哪来梅花不冰箱吼？啊，我
我搁讲一个故事，是大寒天哈。这个伫个酒坛内底吼，有一只做滴妖妖仔。有一只妖妖妖妖仔吼，啊，这只妖妖仔是这是这个酒内底的酒王就对啦，啊，伊嘛做善良做勇壮的。啊，有一天吼，一个猎人吼。一个猎人受伤，在这个森林内底吼，在树林内底受伤。啊，这个猎人像，这个猎人像这个枪王吼，专甲救当个对啦，专甲救当伊啊，讲伊受伤嘛，怎药啊甲补补的吼。啊，补药啊补补啊，这个老人吼就当伊啊。啊，但是这个老人吼，这个国王吼。打一个故事啦吼，讲打一个故事吼，讲若有人，迄个材料，因为迄个料写足简单个嘛，讲若有法度摕着即个料也写袂甲记个吼，除非。都做些应该要三年啊，就对了哈。啊，即嘛即，伊即个国王打一个故事是安尼啦哈。啊，即个大人哦，看到即个故事，讲啊，安尼就叫迄叫遐相救哈。啊，伊就用我知影真正怎。